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那还是半卡多是，这个半卡是798至800，都差不了多少。你跟我打。 这猴这棍儿真长，跟我棍儿一样。我们不用买药啊，我们买个皮孩，因为瑞文也交那啥了，也交血瓶了，所以我们俩是共同起步的啊。 看看我不信，你不信，我可以跟你狙一狙。丢了一个兵，但是杀了他一波，应该能生。哎，哎，哎。 这不又死了吗？啊啊啊！真骚啊，小瑞文！我说他的动作。 血瓶他跟我拼，一 A 打 W，A 接两个 Q， 平 A 征服者触发，他想勾引我，可能我是不会上你当的，小妹妹。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诱惑，而我正是那个不受诱惑之人。抠你一下，我这边就死，我也得换他。我不知道你在蹦些什么东西。 打不着，别，我还有10个经验，回家了。上帝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此时上帝连药都没有，先来个这个。 前两天正好我打直播的时候，看见一个那薅着，打错人了，看见一个他出的视频的那薅着，那让俺们家瞎了给打的。 辅助薅着啊，辅助薅着，控个线儿吧。唉。
这现在这攻击力真低呀、啊！现在攻击力太低了，先出三项的攻击力确实低。我觉得改动以后，我们应该先出点攻击力装备，比如说提亚马特，但提亚马特875又太贵了。要不出黑切，不是出黑切的问题啊，是什么呢？是以前嘛，你可以出长剑，出完长剑你可以合提亚马特，现在提亚马特875合，那875合你就没办法出长剑，你出长剑就只能出那个没什么用的那个小杵子，那叫什么玩意儿？小铁锹，妇孺之斧，搁哪看出来这是个斧子呢？瑞文怎么没了呢？人挂机了，那是假猴。谢谢死鸟蛋蛋的小星星和星球，谢谢谢谢谢谢老板的小星星和星球啊！走吧，回家。这，心态爆炸了。出这个是126啊。双火护手准备就绪，狗熊装备有点好啊，我先出个提亚马特看看啊。哎呀，现在不先出神话还有点不得劲儿。你得举报他，不用举报他，其实他打不过属于正常现象。我出完这个攻击力也低呀、啊、这攻击力太低了，我出完提亚马特攻击力也低，但是他送人头确实是不对的啊。你可以崩，可以骂，但是你不要不好好玩，我们一码归一码，你管我叫哥，不是，我管你叫哥，你管我叫爸。闪现真贵，
打个蓝 buff， 打个蛤蟆。艾克好像也换你了，没有啊？艾克这不出来了吗？区区真低呀、啊！他们家的 ADC 我可没多少血，我跟你说发条，我可没有多少血发条，你不想想杀我吗？攻击力太低了，打不了，没法打。先来个水银海，出个九头蛇，失误了，他不是失误了。我虽然刚才没给你们说啊，但是是因为我怕影响我操作，你知道吧？刚才那一波发条这个英雄，只有两种情况能把球放在他想要的位置，第一是用 Q， 第二是用 E。 刚才我站在那个位置，他第一反应肯定是 Q 啊，但是他也有可能放 R， 所以说我们直接闪现躲掉他的 Q。 如果他 Q 完以后没放 R， 他往自己身上放护盾，我们就打不能走。他这个 R 是避空的，不上了。好像打人也挺疼哈，这也不掉血呀。哎，还有闪现，花克闪现，给我下当了。吃个饺子吧，这狗熊也太笨了吧。几个人啊？我来看看，给我飞来，就杀那 AD， 飞的好！发条呢？给我杀发条来！没事，不行杀艾克，艾克没有大，先把艾克杀了，然后再发发条啊！他们家这瑞文呢，没有伤害，他出的武术还。没事，打死就完了，他都没装备。有红吧，把红拿了。飞吧，这大树咋那么幼呢？
哎，这大树也太幼了吧！我靠，大反甲！我打那大树没掉血，老树精啊，真幼啊！我信他一个辅助大树，他又能幼成什么样子？我想是我错了。配一些大星雨，最后配个收集者就差不多了，拍死得了。这波其实杀错了，这波应该先杀那谁的，这波应该先杀卡莎的，但是都打到发条了，那就算了。把峡谷先锋打了，嗯，峡谷先锋没了，谁的？狗熊的，把小龙打了吧。卡莎这是如何做到杀了十二个的呢？挺能杀呀！先打个蛤蟆，这里头有眼儿没？没有眼儿，我们回家出黑切。蟹手不来一个，来个屁蟹手，那蟹手已经变成一个最没用的装备了，我觉得。出完蟹手吹得跟个纸似的。最终啊，跟我在一起没用，你跟我在一起我们更推不掉。没事，那绿门打人都不掉血，推吧。儿子过来呀。还死得惨了，他们要打一架呀。我们可以试试，先把发条杀了。这瑞文其实杀不杀没啥意义，我说实话。没办法，只能杀艾克了。哎呀，差个扣，差个扣能杀这卡莎，差一丢丢。下件装备出大青雨，要不然这大树打不动这大树。完了，怎么完了呢？
ADC 没跟我扛住 ，ADC 刚才没拖卡莎，卡莎没拖住，卡莎拖住全死，一个也跑不了。卡莎拖着，我先跟大树打，打着打着那大树打不过我们，把艾克一杀，杀完艾克，然后我们再回头杀 ADC， 杀完 ADC， 最后我们再杀一个瑞文就完事了，就全死了。虚区真高啊 ，ADC。没必要，算了，算了，完了推上路。不管那大树啊，用不着管的。溜一手，我想知道这大树凭什么追我啊？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追我？你是觉得我不知道旁边没人是吧？那卡莎可下路呢，你跟谁俩呢？真当自己是有点肉了是不是？感觉自己有点肉了，这老树。回家骗我，哎，550蓝 buff 咋没了呢？这不蓝 buff 吗？我们这把要想无敌需要有魔抗，收集者不要了，我们需要一个大影魔刀。我发现了，我需要一个大影魔刀。你说你们那推中都推多少回了，就不知道碰一碰这纳什蓝爵，那蓝爵怎么回事，没牌面呗。哎，我今天就不打信号，我看你们什么时候打大龙。一根筋呢，几个人？四个人，四个人可不好使。四个人可不好使啊，好使。四个人怎么能好使了呢？这控制时间有点长啊。好使吗？好使。那艾克的那个定时间有点长，定了我两秒钟，没这个定我估计我能杀三个，没让我动他。
等我大影魔刀出来就好了。他们没有什么法穿，把影魔刀一出，杀个 ADC， 艾克也没啥虚区，我们下路一带。我现在我都不想跟这狗熊说话，我这挺烦的，我很讨厌他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。飞他，飞他，随便飞。小心左边啊，左边，左边有艾克。他俩别站一块儿，全死了。这最后一个平 A 没打着呢，我们家全死了。虽然我们家全死了，但是这波赚了。我是差一下，我自己操作有问题。我那平 A 没 A 着发条，我正常是能 A 出来的啊，我是能 A 出来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右键没点着，最近的鼠标有点问题，我就我得换个鼠标了。花条给抢了，龙魂投了吧，狗熊不配赢，没必要。我讨厌他会讨厌他，我们一码会一码。下路带线吧，不知道几个人。有瑞文，打大龙打吧。没关系，我小推一手。你们要是四个打三个都打不过的话啊，那也没啥办法了，确实。
没事，他花椒打我不打掉血，我们直接硬拆啊！先打一个吧，啥玩意儿能打这么疼啊？耐克不带我打死了吗？抠吗？是那抠啊？还剩一个主基地，嗯。艾克的被动啊，啊，法穿棒了，那打我们疼，属于正常现象。我也没什么好换的了，拉倒吧。九头蛇想换，其实可以换了，我这玩意儿没什么用。我都不如来个春哥，算了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鞋子可以换振奋，鞋子不能换，这么多控制换振奋不得让人控死啊。3000多块钱没东西换拉倒。趁着卡牌推，我们赶紧把中路推了，后撤。飞科那卡牌伤害不够呢，基地推不下来。现在可以等个远古龙，其实他们家基地是必爆的，肯定保不住。要么我们家拿远古龙，要么对面基地爆炸，就只有这两种情况出现。我一看这大树是挺吓人的，旁边 ADC 咱不上啊。我这边推上，你说他们守不守？守，远古龙没；不守，基地没。直接跑了。我在上面拖着对面，你俩好像打不过我。你说你们到底是去拿远古龙，还是来推基地？我可以直接跑。嗯，好，远古龙拿下，等我一波，直接给他推了。
啊，我们家远古龙在 ADC 这么狂啊，这么狂妄，这马虎，这不给他一口喷了？我的天！这 buff 太猛了，这相当于有个盖伦的大招，还带 DOTA 的。